好，看完生词短语之后，咱们还是来看看课文部分。35课叫这个太空探险啊，太空探索。那么先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咱们先看屏幕。他说 ，The moon is likely to become the industrial hub of the solar system, supplying the rocket's fuel for its ships, easily obtainable from the lunar rocks in the form of liquid oxygen.这个前面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作句子的主干结构。他说这个月亮有可能成为这个太阳系的工业中心。这个 hub 本来做名词叫车轴，派生意叫中心，车轮子不绕这个轴转吗？中心啊。后面 supplying 到句末可以看到原因状语来用，非谓动词当原因状。为什么是工业中心呢？因为它可以提供我们这个宇宙飞船的这个火箭的这个燃料，可以提供这个船的火箭里边的这个燃料 fuels。 这个 it 可以看作这太阳系嘛，太阳系里发射那些这个飞船燃料可以由月亮提供，所以是工业的中心嘛，对吧？我们这儿这个燃料很方便。这个rocket fuels 是从哪儿来的呢？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带下划线的部分是做前面可以看作修饰前面的 rocket fuels。 这个火箭燃料从哪儿来呢？很容易获得， obtainable 是容易获得的，跟 from 搭配，从呢从这个月亮的岩石中去获得。然后后面的 in the form of liquid oxygen 是后置定语，在这儿来修饰前面这个月亮的一个的这个可以看到方式状语了，接着呢当方式状语修饰这个 obtainable， 如何获得呢？用这个液态氧的这个形式是很容易去获得的，可以看到状语啊 in 到句末来修饰 obtainable。 in the form of跟 in the shape of 一样，是以什么什么形式，这不是形状，是形式，这个多次讲过。那这是大概的文法的分析。下面看一些小的细节。首先第一个看重点词 hub， 这个 hub 本来表示车轴，表示 the central part of a wheel， 一个车轮子中间那个轴，车轴表示这个意思。在未来的47课咱们会碰到，咱们先看一看。那274页第四行最后到第五行，274页第四行到第五行，47课里面，More likely, Ford Escort will be hub-to-hub with Renault and Mercedes, but rarely with bicycles made for two. 更可能的是，这个福特 Escort 这款车，可能呢与那些雷诺车或者奔驰车并排停放。这个 hub-to-hub 叫车轴对车轴，所以并排放嘛，这个车轴正对着那个车的车轴并列在停放。但是呢，很少会跟为两个人准备的二人骑的自行车并排。Hub to hub， 车轴对车轴，这是本意，叫轮的轴。派生意就是中心啊。Hub 派生意是表示 the central and most important part of an area, system, activity, etc. 就是一个地区或一个体系系统或者一种行动的中心最重要的部分啊。Which all the other parts are connected to， 就其他的部分都跟它相连，叫什么什么东西的中心。这是相当于 center。Center 前面是美式，后面英式拼写，类似 center 什么什么中心啊。那搭配呢是 hub of 什么什么的中心，跟介词 of 搭配。本文中也是 industrial hub of the solar system， 太阳系的工业中心，也是用这个 of。比如说 ，the commercial hub of the region， 这个地区的商业中心，这 hub 用轴嘛，轴心嘛，呵呵那个哎。再比如说 ，London is the hub of Britain's financial world， 伦敦。是英国金融世界的中心，轴心，用它，这是 hub 什么什么的中心，可以这么来记啊。好，回到句中，那么这个月亮有可能成为太阳系的工业中心，为什么 supply 是原因状语？因为它可以提供啊这个火箭的燃料，什么火箭？就为它的这个宇宙飞船提供火箭燃料啊。这个燃料从哪来的 ？Easily obtainable from lunar rocks， 很容易从这个月球的这岩石中获得。这个 obtainable 叫可以获得的，在类似于大家很熟悉的 available， 类似于这个词。那 obtainable 就是 that can be obtained， 很好记 ，obtainable 获得的意思嘛。able 也是可以获得的，相当于 available。那而且搭配呢，经常跟副词 easily 搭配，或者换成 readily obtained。readily 也有容易的意思啊。大家还记不记得 readily？ 我们在第24课论美那个时候讲过 ，readily 既可表示乐意的、愿意的，也可表示容易的。哎，这个可以替换 easily。obtainable 后面介词搭配很灵活，可以 from 从。或者在什么什么，或从什么什么上能取得，这个 from at on 等等等等，跟很多介词都行。那咱们看几个例子。
easily obtainable materials， 很容易获得的一些材料或者素材，叫 easily obtainable 修饰名词。那再比如说 the form is obtainable at your local post office， the form 是表格了，这个表格在你当地的邮局能够获得，在那儿有，相当于 is available， 对吧，是可以得到的。再比如说 the dried herb is readily obtainable from health shops， 在保健商店这种晒干的晾干的这个草药是很容易获得的，很容易 be readily obtainable， 后面加了 from， 从这个地方就这个 herb， 英国人都是 herb， herb 美国人都是 H 不发音，加卷是都是 herb， 草药的意思，dried 是干草药，这种晒干的草药在保健商店很容易获得，这个是这么来说。再比如说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s is easily obtainable on the internet， easily 跟 readily 可以替换，关于这个科目的这个信息在因特网上很容易获得， be easily obtainable， 后面介词很灵活吗，根据后面加什么名词来变吗，在网上很容易获得，在什么上加了那么 lunar rocks 是月亮上的岩石， lunar 跟 solar 经常可以一块出现， solar system 不是太阳系吗， lunar 是月亮的， solar 是太阳的，三册的第38课最早的日历咱们讲过，还记得吗，这个 lunar calendar 叫阴历， solar calendar 叫阳历，就根据月亮的圆缺和太阳的变化而制定的历法。还有呢，这个 lunar eclipse 就是月食， solar eclipse 就是日食， eclipse 就出现这个啃掉一块的情况，如果日全食或月全食用 total 来修饰，如果偏食呢用 partial 来修饰，比如日偏食 a partial solar eclipse 就好了，这是月亮和太阳的。后面说从呢月亮的岩石中很容易获得，怎么获得呢， in the form of liquid oxygen， 刚才说了这个可以看到方式状语，就是以液态氧的形式来获得，这前面的 in the form of in the shape 又是老朋友了，说了多少遍了，以什么什么的形式，不是形状是形式，以液态氧的形式。咱们先看 in the form of 这搭配，回顾28课病人和医生166页第18到第19行，166页第18到第19行。But a machine that had worked so well But a medicine that had worked so well in one form of illness would surely be for equal benefit in another. 但是对一种形式的病特别有效的药物对另外一种形式的病一定会有同样好的效果了，来自于 in the form of 一个变形， in one form of 一种形式的病，另一种形式的病，这个 form 不是形状是形式。再比如说第33课刚讲过没多久，195页第三行到第四行，195页第三行到第四行，就论教育这个书convinced of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modern states invest i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get back interest in the form of a large group of enlightened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potential leaders. 因为对教育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当代国家对教育机构投资来获取这种利息，什么利息呢，以这种形式构成的利息，就是大群的这个开明的青年男女，他可能是各界的未来的领袖潜在的领袖，以这种形式构成的所谓的利息，以什么什么形式 in the shape of 也见过，咱们再看28课166页第5行到第7行，166页第5行到第7行，把 form 换成 shape 意思完全一样。这个句子太长了，咱看片段They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treatment unless they are able to carry home with them some tangible remedy in the shape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a box of pills, or a small jar of ointment.除非他们能够带回家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药物，什么呢，以这种形式的药物，一瓶的药，对，一盒药片，一小瓶药膏构成的这个看得见摸得着药，否则他们觉得没有得到充分治疗。 in the shape of 不是形状是形式这个本文也是以液态氧的形式在这个月亮的岩石中很容易获得这个燃料，因此月亮能够成为太阳系的工业中心，这燃料很容易取得，这是第一句话。好，下面他继续给出原因，为什么呢成为工业化中心呢，为什么他这个从月球的岩石中容易得到这个能源呢，这个第二句话解释，咱们看第二句话，他说 The reason lies in is gravity， 这个原因在于重力，这个 gravity 咱们在第31课里面讲过重力，这个 lies in 这个 lie 注意这不是躺下
也不是位于某个地方，是表示存在，在于什么里边，叫 lie in， 叫固定搭配。这在三十课这个海底探险咱们也讲过。这个重点就看这个 lie。这里表示 of abstract things exist or be found， 就抽象的事物存在。那不能表示一个大西瓜，不行，抽象的东西存在，这个 lie 那有这个意思。我们先看不跟 in 的搭配，单独使用的。He must decide where his future lies。他必须要决定他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就究竟他未来去干嘛，向哪个方向前进，未来在哪个地方。这 lie 相当于动词 exist。三明说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competition still lies ahead of us。我说这个竞争，这个比赛最困难的部分依然在我们面前存在，就是我们完成的是简单部分，那困难部分依然还存在。这个 lie 表示存在，有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表示在于什么什么，经常后面加介词 in， 这是本文中的搭配了。lie in 就在于什么什么，也是抽象的东西在于什么。本文中是表示原因在于什么。咱们多看几个例子。那比如说 ，The problem lies in deciding when to intervene。intervene 就干预了。这个问题在于决定何时去干预，问题在这里啊，叫存在于什么地方 ？lie in 抽象的东西存在于。再比如说 ，the difficulty lies in knowing what to do next。困难在于我们知道下面该干嘛。困难在这儿啊，困难在于，问题在于，原因在于，都可以用。再看几个例子 ，the cure for stress lies in learning to relax。那么这个环节。压力的这个有效的方法在于什么呢？在于学会放松啊。这个 cure 可以表示药物或疗法，对吧？这是在于什么什么 lie in。再比如说，这个这是我们四册里面有第四十二课245页的第十四行，四十二课未来会出现啊。The key to a solution of that problem lay in an everyday observation。对于那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日常的观察，每天的日常的观察。这是 lie in， 一般工作是用 lay in， 在于什么什么，抽象东西在于，本文中是原因在于月球的重力。那么重力为什么它这个重力能够导致它成为这个工业的中心呢？重力为什么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呢？第三句话进一步来说，第三句是个重点句，咱们看屏幕。他说Because the moon has only an 1/80 of the Earth's mass, it requires 97% less energy to travel the 250,000 miles from the moon to Earth's orbit than the 200-mile journey from Earth's surface into orbit. 这句子比较复杂，出现一些术语。那前面 because 引导的黄颜色的是原因状语从句，因为这个月球它的质量呢？仅仅是地球质量的1/80，这个1/80就是 an 1/80 是第八十，前面表示一。我们知道这个分数可以在分子用奇数词，分母用序数词。如果是分子是一，那么分母用单数；如果二以上，分母用复数。80是八十，那1/80啊，这 mass 是质量，地球质量1/80。那么所以呢，从这个月亮到地球轨道。这个要运行这么大概1/4个百万英里，就是250,000英里这个距离，那仅仅需要呢这个要少97%的这个能量，这个 it 注意这是形式注意，这需要少97%能量是什么呢？后面的动词不定是 to do， 就是从月球到地球轨道，这个行驶这么长的距离要少需要97%的能量，比原来少。就是仅仅需要的是3%，少97%，少多少在多少后面加个 less 就好了。比什么少那么多呢 ？than 到句末是比较状语了，比什么？比这仅仅200英里的这个路程，从什么？从地球表面进入这个轨道，仅仅200英里，这个需要的能量。而从月球一直到地球的这个轨道里面的这个大概250,000英里，走这么远的距离。需要的能量要比从地球表面进入轨道仅仅200英里的这个需要的能量少97%，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数字，对吧？那从月球到了地球轨道
这么长距离需要的能量，仅仅是从地球发射卫星进入轨道200英里这么短的距离的能量的3%，就要少97%。这个，那这里面有些小的细节。首先，第一个1/80，注意啊，可以叫 1/80 或者 1/80 1/80。2/80呢？如果分子是复数的，那么在分子是二或者二以上，那在分母这加 s 用复数就好了，叫 2/80 后面加个 s 就好了啊。这是注意这个后文翻译错了。这个马虎了，你看在教材，咱们这个四册教材，208页译文，就是208页中文的第二行翻译成了1/8，这个闹了大笑话了，呵呵，这是1/80啊，1/80可不是1/8啊。这个然后呢，它需要少97%的能量，这个多多少，少多少，这个表达可以当做固定搭配先背下来。先注意这个百分比叫 percent， 两个表达都对 ，percent 可以分开也可以连写。分开的一般多是英式英语，连写的一般多用在美国，美式英语一般连在一块，两个表达都正确，这个都可以。但是多多少，少多少，在什么什么 percent 后面加个 less 或者加 more 就行了。less 是少多少 ，more 是多多少。这些表达特别常见，咱们看几个这个常见的搭配。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哎，打9折怎么样？就是少10%怎么样 ？How about 10% less？不是打1折，是打9折，少10%怎么样？就是给你打9折怎么样？少10%。再看几个阅读真题的句子。The output of cars in the U.S. last year was 24% less than in 1973。去年美国的汽车的产量，那么比1973年要少24%。你看少了24%，就是它的76%这么一个。咱们再看真题中的片段。阅读真题往往会出，常常都会出现啊。A Harris poll shows that women have 25% less leisure time than men do。这 percent 用美式拼写都行啊。一个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 ，poll 是民意测验表明是什么呢？妇女他们的休闲时间比男人要少25%，少1/4左右啊，就是他们的75%，少25%。再比如说，我们看例子。还是阅读真题有关科技方面的用的更多。那他说 ，A car with a natural gas-powered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emits 87% less nitrogen oxide, 70% less carbon monoxide, and 25% less carbon dioxide than a car with an engine that uses petrol,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the Honda Motor Company。就是一个汽车什么呢？用天然气做能量的这个内燃机的发动机的这个汽车，这个 internal combustion 叫这个内燃，这个内燃机再加 engine 就好了。combustion 就是燃烧的意思，那内燃机啊，这个释放出都要少87%的这个氧化氮 ，nitrogen 是氮元素 ，oxide 是氧化物，那氧化氮叫 nitrogen oxide， 那少70%的这个一氧化碳。那 carbon 是碳 ，monoxide 是一氧化碳，那这个一氧化物啊 ，mono 不是一的意思吗？那要少25%的二氧化碳 dioxide，di 表示两个啊，两个氧化物就二氧化碳。那比什么呢？比这样一个汽车，就是使用汽油的汽车，大概要少这么多。哎，根据这个就是本田汽车公司做的一个研究表明，这个 CEO 缩写表示 company， 就是指某公司就好了。这是少这么多。那我们再看多多少，那就是什么 percent 后面加 more than 就好了。我们看看几个例子。The survey of 7,500 people found multi-sneaker buyers were 50% more likely to be very assertive and 47% more likely to be spontaneous. 对7,500人的一个民意测验表明什么呢？就买多只这个跑步运动鞋的这样的人，这 sneaker 就是运动鞋了。就类似旅游鞋这东西了啊，他们呢，比其他人呢，大概有多50%的可能性更这个坚定自信 assertive， 多47%的可能性更积极主动，就是没有人说他自发会做 spontaneous， 多多少 percent 后面加 more 就好了。那再比方说 ，women with fuller lips。Are 28% more likely to be seen as fundate than marriage material, while their thin-lipped rivals
were 57% more likely to have long relationships, the Leicester University study found. 就是莱斯特大学一个研究发现什么呢？就是那些女人什么的 fuller 就嘴唇更厚的，嘴唇更厚的女人啊，那么有多28%的可能性怎么样呢？被看作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去约会的伴侣啊，而不并不是结婚的材料。material 表示某种材料，结婚的材料就适合结婚的人了。而他们的嘴唇更薄的这些跟他们竞争的这些女人，怎么样呢？大概有多57%的可能性，成为他们能建立很长的这个关系。这是莱斯特大学，对英国一个大学了，他的研究发现，多了多少？你看这后面加 more 就好了。当然多了多少倍呢？加什么什么 times 就好了。我们再看本文中也有类似搭配，207页就本文中第15行到第16行。15到16行有这么一个 ，The idea of colonizing Mars, a world 160 times more distant than the Moon, will move decisively from the second phase to the third. 我们说这个殖民到火星的这个想法，火星是什么呢？大概这么一个世界，就是比到月亮距离要远上160倍，那远160倍就多160倍了。130 times more 跟多了多少表达是一样的。这个将确定无疑的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这是第二段到第三段这么一个事儿。具体含义咱们在第三一会儿在后面会说。好，那本文中呢说是做这个事儿比那个事儿大概要少多少或多多少。这个句型咱们可以用。It 做形式主语，真正主语后面这个 to do 做这个事儿。比这个事儿要多或者少多少？哎，这个小句型可以用。It 是形式主语，后面 to do 是真正主语啊。造个句子呗。从北京到上海坐火车比坐飞机要少花60%的钱。那、就是从北京到上海坐火车，这个事儿太长了。那我们用形式主语用 to do， 这个真正主语放到后面去。那、形式主语加 it 就好了，真正主语 to do 放后面。我们看怎么说啊 ？It cost 60% less money， 对吧？去干嘛呢？真正主语是 to travel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坐什么呢？ by train， 坐火车， then by plane， 比坐飞机要少这么多。再回顾一下 it 形式主语后面 to do 是真正主语。 It costs 60% less money to travel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by train than by plane。 这个结果跟本文中完全一样。好，再回到句中，咱们继续看。就是我们说呢，要这个去运行，1/4个百万英里，就是25万英里了，从月亮到地球轨道进入地球轨道，比从地球到地球轨道的200英里还要少97%的能量。这个 in orbit 或者 into orbit 都是入轨道，注意这轨道前面不加介词，这固定搭配，这个搭配可以记住，叫 in orbit 在轨道中，或者 into orbit 就进轨道。这个轨道前面不加介词啊，这个当作固定搭配咱们记记啊。比如说 ，Space stations are designed to remain in orbit for years。空间站被设计出来是要在轨道中要待数年之久，就待在轨道之中 ，remain in orbit， 不是 in the orbit， 这个 orbit 前面不加冠词。再看一下 into， once in space。The spacecraft will go into orbit around the Earth. 一旦进入到空间，这个宇宙飞船空中空间飞行器将进入绕地球的轨道。进入轨道就 go into orbit， 什么轨道 ？Around the Earth， 修饰轨道，就环绕地球的轨道。这是本文中是这么来说的。这是第一段先描述了这个月球啊，成为这个太阳系的工业中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重力的问题。